脸也爆了。找到一个了，先走。太可怕了！怎么回事？妹妹被坏人抓走了。坏人抓走这么猖狂啊？怎么办？那你们先在这里待着啊。这么猖狂，哇！赶紧打个电话，叫保安拦一下。喂，保安啊，我小女儿被坏人抓走了。你赶紧到那个村口那里拦一下，啊、嗯，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，不能让他们出去啊，啊、嗯，好。哎，那个废物老公，你真的是天天都不着家的。喂，死鬼啊，你个废物在哪里啊？小女儿被人坏人抓走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赶紧回来啊，要不到保安那里会好。啊，好，哎，看一下，回家，西欧，下来，干嘛呢？紧张，把四个车门打开。干什么？装卡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小女儿，她有那个心脏病啊，现在心脏停止跳动了，不动不动不动了。小女儿，对。这么小，不对劲啊！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刚才我们说有人来电话，也说他小女儿被人抓了。你现在不给过，没这么巧的事情的。什么没有？现在就是这么巧。我刚来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我刚来没看到我啊！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来这里守一下，怎么了？守？我开的这么好的一个豪车。你看我像坏人吗？人心隔肚皮啊，这种事怎么能说得清楚呢？等那个小孩妈妈过来确认一下没有问题，你就可以走了。等啊？对呀、啊、万一我那个女儿出问题了，那个心脏不跳了跳了，你负责吗？负什么责啊？这事都不归我管，我只是守在这里。哎，行大哥，行行啊，来来到旁边站一下，我马上就走了。站个鬼人站，不能让过去。都说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体谅一下，你也是。我那个车我什么也没有啊，我放在那给你看一下。你看，现在还正常一点，时跳时不跳的。Hello， 哎，看够了没有？这不是你们村的丢的那个小孩吧？有点面熟，但是不认识。小孩子都面熟的。Hello， 行了，他是不是你爸爸？是不是？他还这么小，还不懂啊！我把他放回车上。我知道，一个保安你也辛苦了。哎，他是不是你爸爸？这怎么搞啊？算了，还是。严守，不给过的比较好。万一真是过去了，那不麻烦大了。这两三百块钱，你拿着喝茶。不整这种，你不要整这种。啊，我是个称职的保安。我知道你也辛苦，你无非就是为点钱嘛，看门狗嘛。我不为钱啊，我有正经的工资啊，这种就不用了。哎，我说你个。看门狗给脸不要脸了是吗？啊？你说什么看门狗的？你今天给不给过？不给，说话说话放干净点。他妈的，实话跟你说，对，那就是我抓的，怎么的？啊？就是你抓的？对，上近年龄的事都是我们干的，我们就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确定就是你抓的？哼，我还跟你开玩笑。我操你！他妈的，你搞东西呀？车上有个小孩，就是我们。他说的。对呀、啊。
他说他是人贩子，你找死是吧？啊！哎，妹妹，认识抓我女儿。他妈的，你们三个孩子那么多，来给你，我一个我抓一个，我都没看到。不干，别别。喜欢小孩，你自己就去生啊！像这种抢小孩的啊，剁手的，手打断。对呀、啊。别别别，不能打！哦。还有那姐姐们跑得快，不然也被他抓了。他妈的，我带你女儿去享福，你还打我？你知道吗？我养一个小孩子要多少钱？要多少心思？十月怀胎。容易吗？啊，我老婆容易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一把屎一把尿，把他带的那么大，你居然抓人啊？那你多生两个，赶紧报警！你这个废物，你们还没报警啊？没有，这种事第一时间都要报警来的、啊。我以为你们早就报了。喂，报警中心吗？对对对。我们这里是人才村，看要过保安这里抓到有个王贩子，那个强贩子把我小孩掳走了，求求你们快点出警，把他抓回你们警察局里面去严刑逼供，把那个人贩子窝给我通通的挖出来，好，好，快点啊！哦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等我出来，我爆你全家！他妈的！我全家，各位，看下你那个手。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我们把他拉去村委那里，对，吊在那个大树底下，让村民们啊看看现在的人贩子多猖獗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们一个两个给我挡着，给我挡着，走。